不行哦，哎，以前可以让我走，现在不行。这样子卡我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进去了，进来了，看太厉害了，哈哈哈，厉害哈！反正这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要拿，就是以后才不会。好，然后这个，再把这个耐力回复、生命回复，哦，就是这个。这个很重要，因为可以内力回复啊。好，那其实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就是这个很难，我那时候试超久的。我觉得这个 bug 他们应该不会去改，因为没有人会去试这个东西。可是这个太难了啦。啊，我知道了，还有一个方法。哦，这样快多了。有有有，超快！他妈的，我也想弄那个气旋掌卡位。对哈，发明重负直接冲进来就好了。那我先拿龙骨圣刀，超快哎、欸！哇，反而你不卡死哈。这个，我先去拿龙骨圣刀，可以啊，可以拿、啊。刘以哉啊，对，刘以哉啦，这应该会更快一点吧。龙骨圣刀，不是，他不是龙骨圣刀，先不要打他，之后再陪你玩，他不是啊，滴滴到了。走错了啊！小心哦，先拿血布战也好。靠背。啊！走吧，不要啊！我跑，走开！哦，拿到，龙骨圣刀 get， 这样子回来吧，刺激，真刺激，龙骨圣刀就是。我们看的比较高一点而已，可是我比较喜欢弄龙骨圣刀，这个范围多爽啊！好，龙骨圣刀拿到，还有十方灵。